我拿这个勺子啊，然后呢，我一空就变冰，你们信不信？看好了，一二三，哎呀妈！我尴尬吗？变冰了，变冰了，看，成功啊！哇，漂亮！然后再来个滴水成冰，太美了，太成功了。从来没有可乐点水成冰，今天看能不能成功，不成功不要算计。哇，成功哎！看没有？跑来了，跑来了！哇，嗯，太成功了！哇，凉吗？啊，热乎乎的，太热了。啊，热乎乎的。啊，热乎乎的。这怎么又是凉乎乎的？八点。锁定我直播间，今晚300单福利啊！最后是有9.9的高端的套盒，赶紧来，不要错过啊！今天看看这个雪碧能不能一敲成冰啊？你说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让我家里睡觉，不带你出去玩。我想要给我买奶酪。太坑了，真是，来用这个来，一二三，哇，太美了，还是这个好使啊，全部都是冰块啊，哇，别动别动，这玩意儿不让你吃，你都不让我给你玩，你反正你就是没有给我们奶酪吃嘛。今天我们来用可乐看能不能一敲成冰，你说能成功吗？不能，不能成功是吗？如果我敲成功了，今天晚上不要给我出去。不行。哎，不要给我出去啊！来，一二三，不要那么讲话啊！不要我上呀！失败了。时间做的太短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我这勺一敲，它就变成冰，你信不信？不信呢？要不要打赌？嗯。打多少？零。来，不信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啊。这个冰块盖的不是很好，哎，嗯，给我吃，不给你吃，气死了，好久没有变冰成功了，今天晚上呢必须要成功，不然的话我睡都睡不着觉，我在老家炖了十几次全部出，加点料啊，这个颜色绝对好看。来，哎呀呀呀呀呀，瞅瞅看，啊，你看，做任何事情都得要有信心，要坚持啊，太 beautiful 了，哎，
今天来杯可乐啊，看能不能一敲成品啊。你们说能不能？哇，成品了！厉害呐，哇，太成功了！老铁们给个三击吧，8点开播啊！我的号现在已经入库了啊，今天晚上1500刀的福利，让你们每个人抢到手软，还有9.9的大套盒啊！8点损失开始。不要怀疑，这个就是可乐。8点给你们啊，庆祝大开门大吉。今天这个奶酪一定要点水成冰啊，你说能成功吗？能啊，来借你吉言。不能。嘿，不能。嘿，真丢脸子。新款呢、啊、我就不信冰块扔一顿下去，你看还是冰块盒子，你看哎，成冰的看到没有啊、哦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回奶酪是我吃的。你来吃吧，滴水成冰啊！今天我晚上吃的。哎呀，白瞎了！哎呀妈！真是的，我不要它成冰，我要点头发。像豆腐脑，来一口。宝宝们，8点开播，今晚最后一晚，不要错过啊！啊，好吃，嗯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样子放下去还不能点水成冰啊！嘿，真的是太掉链子。这杯水我是我刚才洗过头发的，好的，8点10号开录了啊，宝宝们，1000单福利，不要错过啊！9.9米大套盒啊，艾特他视频的下方叫大脸猫刘婷，来吧，8点开始，今天看这个墨水能不能点水成冰啊！1、2、3，嘿，嘿，啊，我手都麻了，嘿，成品了，太不容易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天，好。还得要刀子，还不是还得要这个，这里面是这个啊，不是墨水，生寿司啊。嗯，他们都说用头发那个能点水成冰，今天来试一下啊。嗯嗯，来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来敲来，哎，哎呦我去了，什么情况呢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
挺香的，挺香的。八点半小号开播啊！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宾馆啊！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小孩子都老喜欢吃这个。今天所有的作品都拍失败了，然后冰箱里面刚好有这个，拿出来尝试一下啊！我感觉不好吃，为什么小孩老喜欢吃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一口可能十几个都不够，吃不惯，再来一个。好吃吗？你们说这个好吃吗？反正我就是感觉没什么，但是小孩喜欢吃，我的天哪。拜拜。今天来再来个点头发变饼啊，来叫小七，不行不行，那个帅，去拿被子，快点快点去住吧，拿被子，给我立马就变成皮的，真的是醉掉了，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啊，等会儿啊，用这个啊，应该不会，哎呦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不要让你变皮，你要变皮干啥呀？哎，乖乖，这个指定能成功。下个作品我们马上来，时间到。